怎么样？你明年打算上什么课？我打算选中文课。为我来说，大学不好，所以我明年不上大学。你不上大学做什么工作？ 我现在在Taco Bell工作。很好。你看过Breaking Bad吗？我看过Breaking Bad，我也喜欢冰。 我觉得Taco Bell最好。Videos are so cool.